经济增长点，有效促进了产业的发展。三面茶及医药、食品、饮品于一身，必将越来越被人们所青睐。每天用桑叶泡水喝，一周后发现有这么多好处，赶紧跟住小编一起来看看吧。桑叶可能有人陌生，但是它的果子是不会陌生，小时候很多人都吃过，这个也许你是别人家偷偷摘来吃。桑树的果子挺好吃，你知道果子好吃，桑叶也有很多很好的功效，你知道吗？周先生身体不怎么好，很容易感冒，吃药治标不治本，好了又复发了。后来听楼下的阿姨说，拿点桑叶去泡水喝能治好。